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加码程式设计这一门课。那我们这门课主要是要教授同学如何撰写加码程式。那我们的上课的流程呢，如果以18周来计算的话，我们在期中考之前，我们大概就是会先讲一些加码的基本设定，还有它的基本结构。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变数、运算式、流程控制的方法。那在期中考过后，我们希望可以从阵列、物件导向程式设计开始讲。那最后的目标是希望能够，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在视窗环境当中撰写 Java 程式。那我们用的是博硕的 Java 程式设计初学指引，使用 Java SE7 这一本书。那有关课程的相关资料，可以到老师的个人网页呢去看。那有关上课的一些资料呢，通常我都是会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。那你可以到老师的网站里面点选部落格，然后到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关上课的一些有关作业的说明，或是要缴交的一些homework， 或是有关考试的一些规定。谢谢大家。